接下来看一下 Maple Life 的活动。Do you want to be a superstar? Excuse me. What is this?Gorgeous. 停课病，停课病，我觉得他完全可以成为 Africa 的 BJ。停课病。我记得品格冰好像出个单曲了，成为 Me to the Life Dudo。然后咱俩一对儿的。品格冰跟布莱克冰，Are you ready for my new content? Let's get a pay for the sun. So, if you have completed the correct task, I will send you a subscription.然后还送你 Pink Bean 跟 Black Bean。 Daily Mission is reset at midnight。 每日从这个活动里面可以获得就是300那黑色豆子是每周四会重置一次，所以它是每周的。Special Challenge Program， 还有一个每月的任务。是这样的，就是它这个 Create Step Up， 就不用像以前那样的集硬币。他换了一种方式，就是做里面的任务，你也不用全部做完，就挑几个做就可以了。然后每周是打 boss， 打 boss 他会获得那个黑色的豆子跟订阅者。然后是每月。在这边就是有一些奖励啊，它是达到对应的订阅者会送你相应的奖励，也就是每一千个订阅者他会送你新的那些奖励。3000是合金宝模式，四千就是送这个勋章选择券。它有神秘徽章，也可以选原初徽章，就五
5000的时候是金银质合金宝石，6000的时候是送药水，药水选择券有4种可以选。哎，点了过头。7000的时候是那活动戒指的选择券，8000的时候是 Rainbow 永恒涅槃火焰，9000是就一个啊，送10个，10个红色魔方，一万的时候是送黑色涅槃火焰，11000的时候送黑色涅槃送黑色魔方，12000的时候是活动戒指的那个传说潜能的卷轴，砸上去直接潜能就不用再吸魔方了。13000是 Mitra 的经验池那个券箱子，14000送10个极限成长必要，给小号用还好。15000是 Mitra 的神秘徽章箱子，16000核心宝石箱子，17000是17星的星之力强化卷轴，只能在160级以下可以用。然后18000是就最高的那个成长密钥，只能在200到249过程中，如果超过就给特定经验值。那这边有好多的活动 ，eSports 电竞，电竞这个是集体参与的一个信封卡活动，就是对抗活动。这个是不高的，我跟他讲就是不高的。然后 Blackbean 的活动就是打 Boss， 每周去打 Boss， 然后跟他兑换一些奖励。然后特别说一下，因为今天是周三，他的活动是周四才开始，因为每周的 Boss 是周四更新重置，所以如果你今天开始的话，它就理论上就有可能多打一周的情况，所以它特定设置这种情况，你只能周四开始去参与。然后是金币商店，喂，他还有一个仓库在这儿。喂，哎，就是企鹅王的商店是用 品格冰来换的，它是一些很常规的道具了。好像到后面，如果你进了塞尔提乌，后面有那个球可以买，那个原初徽章可以买，这是品格冰的机器人。然后是
他这边的活动。那第一个活动是汤圆厨房，就他这边做的任务是有经验值送的。那普利托就是打怪获得硬币的那种活动。